我们派出的是移动方舱 CT 和这个技师。那么他做了这个 CT 以后啊，这个 CT 的信息就通过 5G 及时地传到我们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后台，后台这边医院本部的这个多学科团队立马进行这个诊断，然后实时同时就反馈给前线。那么河北的整个 CT 量是很足的，但是风险的地方是前线去，是吧？那就移动 CT 是最好的。前面一个女的更高，对，更高。